小鹿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小鹿情感姐姐。很多男孩子会问，究竟女孩子什么样的暗示才算接受自己呢？有的时候明明已经牵了手了，可是就是不知道后面该怎么办。其实啊，女生喜欢你，准备把她自己交给你的时候，都会有以下这几种暗示。第一个就是不拒绝跟你亲密接触，当你和她接吻的时候，她没有拒绝你，或者说她不排斥你们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，而且会给予你回应。第二，不拒绝你送她回家，或者说跟你去她家。当你送女生回家的时候，到她家楼底下，她会跟你说是家里没有人，邀你上去坐一坐，喝一杯茶，或者说是你邀请她去你家的时候，她没有拒绝你，而欣然的答应你。第三呢，就是不拒绝你的邀约，两个人一起去旅游，或者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，总之就是两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他不会拒绝你。尤其是两个人一起去旅游，这是促进你们两个人关系的最好的一个时候。本期节目到此。